冲冲冲！以下选项要有植物，还是女的？女的，还是要用到手的？覆盆子、覆盆梅、覆盆梅梅。应该不在的，应该不在的。好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哦。好来，脱衣服报警还是以上皆非啊？精油按摩，精油按摩，遇到色魔，来来来，住手！今天你过，我就像你叫百王，你现在没有那么屌，你就叫百代。比起百王，侯长明找到了更贴切的名号。严艺文今年有报金钟奖，我是评审嘛，然后所以我还说，哎，严艺文，我还去找。我说真的，中间都有听过他。金钟奖评审，为什么我们节目都没有录啊？不好意思，因为呢，你我们都没有，你干过。更劲爆有趣的天才冲冲冲，一百秒后登场。天才冲冲冲。来，金大人，在哪里？什么东西在哪里？哈，好，在哪里？是不是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合情合理哦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单元我很怕李毅。上次剩下我跟他 PK， 然后他出了一个什么小鸡？小鸡？小鸡？对，在小鸡里有什么这样？然后我就被 KO 了。小鸡里有小鸡里小鸡有小鸡肠吗？哎，不是吧？没有，因为我那时候出小鸡，然后好像讲有卵。对，我说有卵，可是母鸡才会有卵。小鸡哪有卵？小鸡里对啊，我说所以有什么？内脏啊，肌肉、血、小鸡毛、血液啊、心脏、眼睛啊，也可以哦。好坏哦，陈哥有，然后陈哥我是出在也是我在电子表里哦，对对对，零件啦，你说有指针，有磁针，有指针，有指针，我在想有数字，有电池，对，有数字，有零件就好啦，有零有数字，对啊，可是可以这么难，这有什么难？是你会认错人，因为我看看我一定会，那你等下做好反应，好不好？你等下做你同队，同队，我们这一队的，我们会，好不好？我们把它全干掉，都我们这一队，我就做你下家。来，陈哲队啊！哎，我们被看没有了。对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对呀，加油！来看哦，看看我们哪些人是塑胶做的啊？好，雨生啊，苏晨晨，唐唐峰，塑胶做的，侯昌昌，塑胶做的，唐昌昌，我每一个都塑胶做的，不要这样子。我觉得蓝心蕾、李毅、杨子怡、何宇文。来，今天的 Temple 拿到了奖品是六 D 肩颈仿真人的按摩马莎系列，这个手我想要，这个我想要。刚刚雨珊说，为什么是 G D 按摩肩颈 ？G D G D， 然后说是六 D， G Dragon 新的哦，中文都念不还念英文了。G D 来各派三个人，来各派三，来哥你压轴啦，行，我压轴啊，对啊，你不是说你要秀给他们看？对啊，我们先下，我们上，我们这种小兵上，上上上上，你先下，对啊，那我们三个先，要留后场没有的，我跟你，塑胶的塑胶的先上，好，没事没事，招生找超生嘛，对不对？来这位。地方说清楚，有什么也说清楚。喂啊，不要有太多。在哪里有什么哈？啊，加油了，来，准备 ，Where Temple Ready Go？ 啊，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在火车上有站长，在大哪里？大哪里有？等一下，脑袋不好，大脑，大脑，火车上有站长，有列车长，有站长，有车长，有车长，就火车站还有站长，有爱情列车。你说火车站还有站长，火车上有列车长，但站长想要回家也会搭火车。对啊，那偶尔没有，没得问题，还有嫌疑犯而已，对吧？还有通缉费在车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超明哥刚刚看着我说，哎，玩不到我们这里。我们有宠，你不要操心，好啊。没有，没用掉了。哇，对对对，有宠，两个拉拉都用掉了。眼镜、座椅都可以啊，对不对？有厕所，厕所也可以。吴以轩准备 ，OK。We're Temple Ready Go。啊，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在阳台有衣架，在大
脑，有脑髓，在大巨蛋，有棒球队，在盘子上，有咸酥鸡，在罗马竞技场，有战士，在灯具里，有灯光，在头发里，有毛。毛鳞片，毛鳞片啊，毛鳞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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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头发本身就是毛的一种啊，是外面，头发里有蛋白质啊，蛋白质，有DNA，有DNA，头发，你可以有头丝啊，头丝在头发，头发里啊，太难了，有这样。汤米哥一个，汤米哥厉害耶！他一个老一个得逞的样子，可以耶！有上白，先不要，先不要让他骄傲，他骄傲了。你先不要让他骄傲，是因为前面何雨文太烂啊。灯具很，你出难一点给他。快，老艺人对决，这样子一准备，老艺人对决。Where tempo？ 啊，有零九九 go。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在夜市有摊贩。在球鞋里，鞋里有虫。在球鞋里面就好了。球鞋里面有袜子啊，有鞋垫啊。从你鞋子放在外面会跑进去，有时候我有蟑螂。刚刚讲到那个，对啊。无敌说我的靴子，你要讲刚刚在头发里我也有虫啊，有蛇可以啊，我有蛇啦。刚刚其实那个还说什么？头发里面，你说有刚刚有什么？有跟有毛啊，对，还有杂毛，你不是发丝里面有什么？对吧？你说头发里面，头发这么多哎，头发里面来再补位。吵架是不是？真的，因为你头发里面有，对你这样讲，有可能会有灰尘啊，有毛啊。对啊，你整个头发里面讲，你不能说叫毛鳞。你先回去，回去对不对？回旋回来做。不滑，真的，因为不用死了。对，因为。你回去，我回去嘛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你回去，我觉得这样子对。头发里完美完美，刚刚那个头发里面，你有那个发丝里面有什么？发丝里面就正正的头发，蛋白质。你这样是头发里面，所以我应该要说头发里面我也可以有水滴，可以有头丝。所以我说在一根头发里，哦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不是，发丝里面，发丝里，哎，对啊，你要还发丝可以的话，好，对啊。鞋子里呢？鞋子里面不懂，它有虫，它那你要什么都可以，你也有金子，好不好？金子啊，金子，我家里面烧香金子，有人会那边藏钱呐，有金子，对，骂啦，姐骂。好，我们来了，要讲是合理，好，来来来，好，这次来了，我们因为不够长，我们录长一点。我要知道怎么讲，理解，我们努力长一点，抱歉。等一下再有人戳，我就出来带一首好听的歌曲了。马上爱情陷阱了，太惨了。好，吴颖先准备。好 ，Where tempo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在口袋里有钱，在心脏里有血管，在细胞里哇。有毛细孔啊，在钱包里，细胞和细胞，好，没关系啦。我前面拖那么长，直接拖那么快，直接走死。出简单一点啦，想要出简单一点，我就想要从碗里、盘子上哎，在细胞的 DNA 好，细胞核、细胞壁啊，对呀，细胞干嘛？生物超 DNA 啊。我是文组的，来来，然后我介绍，来来，生物超好，大家，你不要乱随便乱，不是要联想，我是直接想。杨子怡准备，哦，好，来 ，Where tempo， 你好，啊，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在冰箱里有香蕉，在宫庙里，哦，有施工，施工，你要出题啊！因为我观众就听不懂，你管我听不懂，你出题了就好了。你就先让这一大家在。你怕我们听不懂？我是真的听不懂。施工期啊！施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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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还有采购，有料是法师，法师对啦，我就道士可以，道士道士可以啊，施工庙工啊，庙工好，都会好不好？庙工庙主，反正他有三条命，为什么啊？张文琪，张文琪，他有特许啊，叫教育部特许，如果有教育拍桌子人就不对了，我要 tempo ready go。请你听我这样说，请见，在手机里有电话号码，在联络簿里有姓名，在浴缸里有水，在摄影机里有画面，在小脑里有写意，在教育部有官员，在学校有学生，在操场有老师，在眼脑里有血液，讲过了，血液讲过，眼脑没有啊，眼脑小脑，没错，没错，对，有眼脑，哇，很好难哦，其实小脑就是眼脑，血液讲过，血液讲过了，血液讲过了，血液重，血液懒懒讲过了，小脑讲过，好骄傲，讲过了哦，这个陷阱，这超难的，因为。东西不多，你们那么用力的去难为难大家下一家，你知道这很容易会不够长哦。你们搞错，那他前面写先出解，其实眼脑还，你们怎么不是？算了，我们会不够。哎呦，少了唱歌，你少了，你在那故意把我弄走，还说哎呀少了你，少了我，都给我老艺人陪我玩。好不容易前面弄个头发很爽，结果被我们给打败了，真的。来，唐风准备 ，Where table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在脸上有痘痘，在盒子里有糖果，在纽约有自由女神，在操场有棒球，在棒球里。到底是对手太坏，还是你太好骗？在比利时有巧克力，在立法院有法官，在行政院有法官，有渣男，有李毅很角色，一上来就杀人。来，唐风准备 ，Where table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在脸上有痘痘，在盒子里有糖果，在纽约有自由女神，在操场有棒球，在棒球里有布。在棒球里有布，有布哇塞！你们这些人真的不是故意，我觉得他有理有据，但是我三条命是吧？他刚才第二条过了，没有没有，那还有一条，他刚才有讲的状态要发作，时间不够，不够长，因为我刚才有说有布嘛，因为他有像讲到棒球，我吓到，那我就赶快联想，哦呦，你常常被吓到，公庙都吓到，你在跟我出剪刀，我说公庙，你跟我说有施工，那棒球里你现在想要有什么？有棒球有那块布嘛？皮呀，那是皮外面。对啊，那布里面它有一个线啊，线很多圈。我本来想说里面有是不是有毛？里面是纤维，毛有棒球一点毛，对，这是棉花的毛啊，有简单一点。我有想到了，你最后一条命哦，最后一条命了。球一起球，其实这样很辛苦，要被打三次，压力很大哦。准备，张文琪准备，张文琪准备 ，Where Temple Ready Go。啊，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加油加油，在地毯上有棉絮，在天花板上有蟑螂，在篮球里有线，在篮球场有球员，在外太空里有太空人，
在东京巨蛋。有巨蛋。有什么？有球果啊，有球果。有球果可以。有比赛。巨蛋好了，有加油棒啊！来，等一下，大荧幕，等一下，有巨蛋哦。好，篮球里面为什么有线？我觉得其实没有，对，没有。不是，篮球里面有空间，为什么会有线？篮球没有。来，大家解释，解释，解释。篮球组成，它外面是那个塑胶，在里面那是用线去包的，那是它一个线。还有，是吗？查一下。那还有篮球外面那一条，它也是线，它不是有一条走那个篮球线吗？那就是一个，那也是线吗？那是一条一条画出来的，真的不叫线吗？不是，我知道了，那是纹路。他说的线是篮球的那个纹路那个线，是纹路，是里面呢？还是线？我们说的线是一条线，两条线。对，篮球里。所以就挂了。好难哦、喔！没有啊，篮球里面没线啊，没有线啊，没有线，篮球里面怎么线？哎，我发现球，你这配合时机挺好。好难哦！你们不要一直说球里面有什么，球很难哎，换个别的好不好？哎，我们被同一个人弄掉了。对啊，如果出球，我要查一下成分。对啊，对啊。不简单的，不简单的场地啦，没有了啦，没有了，简单简单一点，没有了啦。先试试。要万一出了什么感觉球，来，三阶来，好，准备 ，tempo，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在黑板上有字，在操场。有学生，在泰国，泰国有人妖，在韩国有阿祖玛，在日本哦，有日本妹，在台湾有台湾人，在水桶里有水，在餐桌上有食物，在泰马里隔壁，泰马里隔壁有山，在东京。有日文，在东京铁塔；有游客，在一零一大楼；有乘客，在大一零一大楼有电梯，搭电梯的。关景龙有关景乘客啊，关景龙他就坐电梯叫乘客嘛。对啊，坐电梯有乘客啊。好玩，一下熬得过去哎。可以啊，来搭电梯的电梯，他是现在他花钱的，因为你要上去花钱要乘客。坐电梯里面的人，你要你叫乘客吧。对啊，乘客对，而且上到101要。何宇文准备，好，我要 table，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在城堡里有公主。在纸张上有字，在地板上有灰尘，在考卷上有分数，在伦敦有铁塔，在巴黎有巴黎铁塔，你在日本有东京湾，在巴啊。他说日本，他说东京湾，东京湾，我已经很有点被他弄到了。谁要先？你新蕾，新蕾，新蕾，来新蕾，给他，给他表现。新蕾接啊，来准备 ，Wait table，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在夜市有鸡排，在果园有水果。在太阳有物质，在泰马里隔壁又是泰，有山，在新加坡有干捞面，在农场有牛，在牛奶里有字，有牛奶里有营养，其实是对的，有奶有脂，没有营养，牛奶有脂。想到没有？因为要录，你不要出那个，我都会联想到。我出的很简单了吧？你说阿刚他还教他哦，最牛的一面有营养。你好坏哦！有营养。啊，不用担心。我们还有奶哥，对，奶哥还有奶哥，哦，奶哥还没有，奶哥会完蛋，你可以不用上，奶哥不行，我们一定要上。来，李毅上，好，来，李毅，来 ，ready go，
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在电梯里有乘客，在飞机里有空姐，在眼睛里有爱人，在泰国有人妖，在行政院有政府官员，在泰马里隔壁有山，哎对，在百货公司不要废话，有小姐，在张立东心里，有渣男，有人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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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标准答案就是来了。正宫，对对对，有懒太多人了，太多人了，有 LB 懒懒，对呀，李毅很角色，一上来就拉人，你讲张文琪都说得过去，对呀，你是唯一不可能的，不能不能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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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在芬兰有人民，在比利时有巧克力，在立法院有法官，在行政院有法官，法官了，法院才有，法院才有，有立委啦，有学生啦，有香蕉，在法院才有法官，在立法院有香蕉。你有可能在行政区里面啊，主持人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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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是有讲错，你是在出行政机关哈，不是皇子啊，我会要选立委，不是我会想一个主题，然后把它联想，我就不用想要出什么。哦，你为什么一直出泰马里隔壁呢？还有泰国，泰国也讲隔壁，对，我就可以讲过不能再讲呗。你是不想当他走是吧？想啊，想想，我出难一点，难一点，找个难一点的吧。耶！哪个？加油！哎，我要下去了。政府单位叫那个各位，我先走了，谢谢。完蛋了，先拿完了。来，你奶奶准备。Where tempo? Ready go?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在教室里有老师，在童谣里，童谣有孩童。旋律嘛，哦哦哦，童谣是歌谣，儿童的歌谣叫童谣，不是拿儿童来摇。有孩童，或者是抱着儿童唱歌谣，有孩童。我以为是一个类似像眷村那样子。卷童谣，好好笑，他以为是控谣，这样是幼稚园。控谣，控谣，控谣，控谣啊，控谣。面包了，没人了，剩你了，剩你了，剩你了，就剩你了，好棒哦！陈哥接啊，来，来 ，Where Temple Ready Go？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在早餐店有吐司，在汉堡店有汉堡，在脑海里有记忆，在芬兰有人民，在肝脏里。里有细胞，在童话故事里有公主，在草里有虫，在天空有飞机，在龙兄虎弟里有张飞，在校史室有校史书，在世界里有世啊，对对对，有很多国家，我还想问，有很多国家，很多国家。世界里，世界里，世界太多了，世界什么都有啊。对，刚刚在讲啊，什么都有，只是有车、大楼，什么都有啊。都哦，那个叫世界，那叫地球吧？我说在很多国家，有还有很多，还没有出题啦。我还有到这边，还没有到出题就被喷了。我刚刚以前那边就脱掉了，那边就脱掉，对，稍微小瑕疵。来，兰兰姐，刚刚锦衣富那个在脑海里，我差点讲婶婶，婶婶在脑海里，有婶婶。有婶婶，脑海里幻想用婶婶，也可以，可以啊。婶婶会过，婶婶的脑海来，兰兰姐啊，好，来 ，Where Temple Ready Go？ 啊，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在殡仪馆有死人，在卫生署有公务人员，在睫毛上有细菌，
在墓园。有墓碑。在四季里。有春夏。在校长室。有校长。在停尸间。有尸体。在体育署。有人。遇到这种事，他们脑筋比谁都清楚。以下选项要脱衣服还是报警，还是以上皆非？准备，偷橘子，掉凯子，掉凯子，掉凯子，哎，加油，加油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拍床戏，老公太细。报警要报警！太细就不用脱了。太细就不要脱了。平台冲冲冲！来，蓝蓝接哦。好，来 ，Where Temple Ready Go？ 啊，请你听我这样说。在殡仪馆有死人，在卫生署有公务人员，在睫毛上有细菌。在墓园，有墓碑；在四季里，有春夏；在校长室，有校长；在停尸间，有尸体；在体育署，有人；在心理腺体，什么？什么？立腺体细胞，立腺体，立腺体细胞，治疗癌癌症绝症，对不对？立腺体不是好难哦，那是一种细胞里面的发电机吧？细胞核，立腺体，立腺体是细胞里面发电机，氧气，就是让人正常的。立腺体有什么？里面有什么成分啊？成分对，有元素，有元素，有营养，营养，有营养。立腺体里面有营养吗？没有，立腺体没有吗？有那个东西会让它活着，有蛋白质，有东西会让它活着。哦，对啊，立腺体里面有染色体啊，对啊，蛋白质啊。你那一次哎，哇，我这你这样子问的吗？没有，没有直接打的，很难联想啊。哪个超可怕？立腺体超啊，中间细胞膜。子成加油，很难呢。立腺体好难哦，嗯，超难，完蛋了，反应不过来。顺位李毅准备。哦哦，好，我好痛。Where is Temple? Ready go？ 啊，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在沙漠里有骆驼，在地板上有灰尘，在埃及有埃及艳后，在移民署有公务人员，在剪板线。有细胞，在手表里，有指针，在桌上，有橡皮擦，在膝盖，有客商，在环保局，有人，客商，在船上，有水手，在电子表里，有机械，在墙壁上，有时钟，在脚踝里，脚踝里有骨头，在行政院。有人民在老板里，老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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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里，老板娘，老板娘，老板心里，哎，我客气，老板，老板里面有秘书，不是啊，在牢房里可以，在牢房，在老板心里。没有了，有我剪板没有了，剪板线你不知道，不知道剪板线是什么？剪板线呢，就是在我们这个眼睛的地方的那个地方啊，也是一个线，一个线，这个线体它有很多的一个，因为字旁，就叫那个干眼症就要去做剪板线的治疗。我们也知道板南线，哇，刚刚也是听成淡水线，淡水线，要教大家一些医学常识。泪腺是流眼泪嘛，睫板线是出油脂，对，出油脂。哇塞，顺位往下，苏子成准备。Where Temple Ready Go？ 阿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在市场里有婆婆妈妈，在牙缝里有菜渣，在倚天剑里。有铁，在白血球里；有细胞，在血里；有脚，在机械表里；有机械，在冰火岛；有冰火，
冰火，冰火岛的冰火，谢逊呢？冰火岛，冰火岛，冰火岛啊！有人呢啦，里面冰火岛有人啊！我准备要出一个题目，对，在看《天界》，你在讲那个看冰哦，有机会哦，冰素素，对呀，没看就不知道了，没看就不知道了。不知道，有武器啊，是能泥土啊，岩石啊，有山啊，对啊，有山，有下雪，岩浆下雪。官员啊，外派，再出新的人啊，你有什么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外交部啊，卫生部下班好，先下班。对，环保局。不与仙界，我要 tempo，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在游乐园里。有孩童，在大脑里有脑溢，在《还珠格格》里有紫薇，在桌上有笔，在小脑里有细胞，在尔康星里有紫色。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都可以讲，完毕了，我最后一刻，不能，好厉害哦！哇，这耳塌太厉害了，他们的心理，耳塌太厉害了，是被吓到，真的吓到，对，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，小燕子就没事，有朋友都好啊，这个呢铺牌铺的好啊，对，你们两个人。就是我们的六 D 肩颈仿真手的马杀鸡机器人，来，各位往下，吴以轩准备，我要 tempo，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在水族馆里有鱼，在动物园里有长颈鹿，在马厩有马，在血液里有血小板，在斯德哥尔摩。有啥？有任何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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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要讲，他是不是这样操作？他刚刚小声跟我说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很想要那个按摩机，你出简单一点，然后我就出动物园给他哦，我出动物园给他，他真的很想要嘛？他是我有啦，我有警察病，我很想要那个。四个国有移民署啊，有投保啊，有海关啊，对啊 ，OK 啦，会来六 D 仿真手马杀鸡陷阱，错耶！嗨，哇哦！来，新单元大约在冬季。好了，送什么呢？今天这么好，哎呦，得到奖品是美国的长颈鹿气泡水机啊！哦，长颈鹿哎，好漂亮哦，很漂亮。是送一只长颈鹿跟气泡水机的，都有。梦中的长颈鹿，气泡水机，厉害了，好麻烦。来，各派两位，各派两位。可以，我先背，我先去。你要烂，你要烂的。我比较烂，我比较烂，我也没玩过，我也不好。先玩，对，他没玩过，那你先玩。他们的，你先玩。没玩过，先开。我也玩过，有。好，看你玩。来，就位。现在一组两个人，动作听好了，好，还有动作指示。哦。听到选项，把动作做出来。好。来，请听第一题。以下选项会出现在哪里？小吃店，小吃店，合理吧？合理合理。小吃，天上，没有翅膀飞，天上，你知道这个东西它会出现在哪里？好，我两个不相关。还有，以上皆非，当然是这个。哦，这个是它既不在小吃店，也不在天上。啊，它在海里的，基本上就是叉叉。好好，我们准备要出发了。好，准备。好紧张。大气层，大老二，大卤面，老板下面，老板下面，老板下
下面会叫小老板，小吃店啊。老板下面，老板下面，等一下，你他下面，老板下面，老板下面会这样讲，老板下面，老板下面，我们是邀客，我们是讲是老板下面，讲到老板的下面吗？你为什么不能讲老板主面？老板下面也会在小吃店看到啊，一样也不管在哪里都在小吃店啊，在小吃店啊。我看得见啊，他敢不能说老板下面，哎，还这样子，而且脚还开开，不对，很像。不，我们思想要改正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你看我没有丑了，也有可能老板下面没有丑了，我也丑了，还哈什么？我以为我就下去了，是丑啊，是丑。你是不是一心想求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对，哎哎哎，老板下哦下的面。以下选项会出现在小吃店天上还是以上皆非？好，注意，老板下面。哎，怎么就你跟大家不一样嘞？鲷鱼烧，很好。阿公推去烧，车头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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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邦鸡拔毛，邦鸡拔毛，迪丽热巴，迪丽热巴，吹。为什么？哎呦，为什么？平台冲冲冲！以上选项会出现在小吃店天上还是以上皆非？好，注意，老板下面，圣母玛利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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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圣母玛利亚，哎，要分，他不是在马厩吗？他觉得圣母玛利亚自己觉得他在天上啊，原来天上啊，哦，神明，神明啊，书都写他在马厩发现耶稣，可是你在去马厩你也看没有啦。圣母玛利亚怎么是生下耶稣的那个？他没有发现耶稣。对啊，我的意思说在马厩，在马厩啊，是在地面啊。圣母玛利亚，圣母玛利亚是死掉了吧？那我讲，我讲妈祖林默娘呢？你要讲在海上吗？在海上。哦，一样嘛，神明都在天上。他已经变成神了，他在天上。好细微哦。哎，我也错哎。因为我想的，那我们两个，我们两个都死吗？对啊，我自己上街呗。我们两个，好，那我们走。求死没有，你没有求死，我刚刚在，我开始，你们抓被抓几点了？哎，老板下面背过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没得了。以下的选项会出现在小吃店天上还是以上皆非？圣母玛利亚，买面的玛利亚，买面的玛利亚，索玛利亚，什么索玛利亚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呀？什么啦？他地名。可是我不知道，我就是这样子啊。你完全看人家用余光看。慢哦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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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你的。子旭，子旭，拿菜单。拿菜单。炸邯郸。炸邯郸。飞机餐。奶哥吃晚餐。看他在哪吃哎。奶哥麦梅关。麦梅关。麦梅关。好，没有。麦没关，麦没关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听不懂。可是奶哥没有再去小吃店哎，奶哥都去高级的那个哎。有啦，麦在小吃店吗？麦没关，听不懂。可以的，没关系，好，大家都知道，不用讲。奶哥小吃店，上。我环境，对呀，不用讲，不用特别讲，不用特别讲。你今天饭局是吃米来追，对对。以下的选项会出现在小吃店天上还是以上皆非？好，奶哥麦没关。飞碟、小菜碟、雅美碟、菜瓜布、生死簿。啊！生死簿怎么在天上？死掉了不是吗？生死簿在阴曹地府。生死簿以上皆非，也不是以上皆非，不会在生死簿在，并不是阎罗王是一个阎罗王在生死簿，他也不会在天上。对，他这个阎罗王在生死簿，两个淘汰，太好。两位上，两个补卡哎，我以为你要上天堂才能看那个神像，没有，还是这个，没有，这边要解释一下，生死簿是阎王的，阎王啊，天上三官大帝是功过簿，哇，你这太厉害了。
没有，但是主要讲这个是一个法器，所以它无关上天上帝不关的。哦，长知识。注意，以下选项会出现在小吃店、天上还是以上皆非？好，生死簿、哥伦布。哥伦布。哦，没错，在天上，天上啊，对，是天啊，好难啊。哥伦布去哪？我这个不可考，不好意思。他不会在天堂哦，天堂的人地狱啊！对啊，好不好？不要生气，因为我们也没看过哥伦布长什么样，然后来这样子。对，先到来说什么？来注意，对，注意，哥哥的尿布，甘蔗鸡，轰炸鸡。甘蔗鸡出现，甘蔗鸡出现问题。甘蔗鸡是小吃店啊。甘蔗鸡对，是啊。路边哦，路你说路边卖甘蔗汁，我以为路边卖甘蔗榨甘蔗那个机器。我以为是榨甘蔗的机器，对吧？两个都好。好，甘蔗鸡是一样，有真有漂亮鸡啊，可以吃的，我认同。熬过，熬过，好，没问题。我们知道有一个换题目，好不好？好，换题目。对，以下的选项是。植物，是开花，花物，女的，女的，哦，玛丽莲梦娜，哇，好难好难，植物女的，不要这样，先不要这样，先不要这样哦，那女的这样吗？然后女的不是女的，到底要怎样？这样子啊，对啊，玛丽莲梦娜，好，反正往下挡着点，好，来要用到手的。好难，太难了吧？放手，哎，那植物，对，放手就好，就用到手的植物，真的差很多哎，怎么在笑？就很尴尬。不是昌明哥，人家都是这样晃，为什么你是这样？你为什么这个手腕的晃动很？男生脚还要用到手哦，对啊，我习惯帮人家加油嘛，加油，也是也是也是，好怪哦，这样子加油，对，加油加油，植物，来再一遍，来一遍去植物，植物。植物，女的，女的，女的，要用到手的，加油，看看，好拽的，好拽的，频率也很拽，昌明哥，你那个动的幅度，真让人家觉得很奇怪。没关系，不要有笑容就好，不要笑容，好好好，来准备，好，百合，大小百合，拔河，拔河，蓝莓，蓝莓，蓝蓝。懒懒懒叫，要用懒懒什么？接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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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骨木，哎呦，哦，接骨的老木，老母，哎，要用到手啊，接骨的老木，老木女的，老木，他有可能手去接骨啊，接骨的老木，老木，老木，不要说，对啊，他有很老的木头吧。来下一个，好不？没有我上，还有最后一个啦。你们没了吗？我们死了，快没了。还有陈哥。以下的选项是植物，女的要用到手的。我确实看男生用这个动作很奇怪。秋葵、秋瑾、检查子宫颈、消墙、削骨、削杂布。刷睫毛，香茅，香茅，三毛，三毛是什么啊？三毛，只有只有他过家，过家，我以为是那个毛啊，三毛，百王，百王，百王，三毛，过家，这个作家题目，我以为是植物哎，植物哎，女生的作家，女作家，女作家，哎呦，今天错了，我错了，没上班。因为我以为植物啊，你也错，哎呦，哎，这要有年纪才知道。你在说什么？答对的，我们恭喜就好，是不是要年纪才知道？百王，知道三毛的人，哇哇，全没有办法，这没有办法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哥，我们下去，三姐，三没有了，我们两个，还有，那我们还有几个人？还有两个，这边还有两个，你们还很多啊，我们已经最后。以下的选项是。植物，植物是这样吗？女的，女人，要用到手的，手的，准备，三毛，三毛，邦基拔毛，邦基拔毛，迪丽热巴，迪丽热巴，吹喇叭，吹喇叭，吹喇叭，为什么？哎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绝对没有错，哎，
重点是，你们听到这个时候，他说吹喇叭是带着叫声吹喇叭，吹喇叭，吹喇叭，吹喇叭。哎，你这么 enjoy 啊？吹喇叭，不假思索的回答，可以对呀、啊。好看，刚刚啥看？我想要男生也可以，为什么一定是女生？奇怪，对呀、啊，你很顺了啦，很顺，对呀、啊，完全没没有，你好犹豫的。怎么样？哎，本来女人就没有啊，现在不一定，现在男生以上皆可，对呀，上位啊，有没有争议？正常的啦，正常的，管乐班那种啊，对对对，哦对，哦哦，是乐器，我们没人的，有有有。不好意思，只剩下你们是可以对，没有老师他们对，我们是感觉很酷哎，老师你哦，对啊，以下选项要有植物，女的，女的，还是要用到手的，准备，吹喇叭，吹喇叭，祢豆子，祢豆，覆盆子，覆培梅，覆培梅，覆培梅是一个不在的，一个不在的。他听到梅就是对，就是以为红梅、蓝梅、覆盆梅。对，我以为是红梅跟覆盆子加在一起的，覆盆梅。覆盆梅，新品种。覆盆梅，烘焙的。我也知道它是。哇哎！哎，阿磊刚下来一次，哎，是啊，时代不同，差太远了，原来是在做的。对呀，我知道，那我吹喇叭也可以啦，我很知道吹喇叭。那个差很多，傅培梅比他爸妈都要大，所以真的，对，对，二十七而已。哦，好了好了，那算了，他比他爸妈都大。哎，傅培梅真的是我小时候。哎，这位姐姐不要跟年轻妹妹学教性，都知道哦。来，蓝心蕾比他大一岁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只能说他比较优秀，好不好？他爸二六。不要玩了没有？我们要换题目了。哦，要换题目啊！换题目，换题目，换题目。以下的选项通常要脱衣服，把衣服扯开，还是要报警打电话啊？或者是以上街飞画一个大叉，衣服以上街飞要这样子大，整个人是个大叉，好难啊！对，以上街飞新的笔法，对，新笔法哦。好难。黑道闹事，黑道闹事。逛夜市，逛夜市，逛夜市。阿公过世，阿公过世。为什么？打电话报警，报警啊！过世为什么要报警？医院报警，没有人在报警，去叫救护车啦。阿公过世要脱他的衣服，对，要脱衣服。对，要看阿公过世到哪个阶段。没有，没有。你要讲是过世是第一时刻嘛？刚过世，哪有人一过世第一时刻先赶快先脱衣服？没有吧？是入检才要脱衣服，兽医那是后面的，那是办后事。对啊，还是要阿公过世当下，你不会马上脱他衣服。对啊，阿公死了，怎么可能有这样啊？好像有点太着急了，太着急了，太着急了，太急了。万一阿公就醒过来，看你在脱衣服。好，那么上述抗辩有效，好，好不好？脱衣服，来往下，以下选项要脱衣服还是报警，还是以上皆非？准备。偷橘子，掉凯子，掉凯子，掉凯子，哎，他抓到，抓到了，可以啊，直接哦，我刚才要脱衣服啊，你不脱，哎呦，不错哦，凯子来了，我脱了，掉了，电影弄得很棒，他掉，我都是这样子的，逻辑正确。茱莉亚·罗伯茨。哦，好了。脱衣服似乎也是吊凯子的手段。对啊，我觉得合理吧？合理。好，抗辩成立。哎，这个题目好。我们不希望鼓励这个。好多双重答案。脱衣服报警还是以上皆非啊？更文琪生孩子。文琪生孩子报警。哦，这样弄清楚哦。那个谁，李毅。报警。拍吻戏。拍吻戏。拍床戏。床戏。老公太戏。老公太细，要报警，把他抓走。哎，老公太细，为什么你问？老公太细要脱衣服，太细了，所以太细就不用脱了。太细干嘛要脱？干嘛？还有这里哦，手指头啦，手指头很细啊，不用脱。我很高兴你的分享啊，那不错，小冉其实不单纯，蛮懂，蛮懂，他是装的，好不好？
打的重口味。没有，我不要奶糕跟你啊。太难了，觉得你很会玩。我发现他比这站超久的，哇，很贵耶，他站超久的。以下的选项通常要脱衣服，还是要报警，还是要张飞？以上皆非的就是张飞。上皆非。精油按摩。精油按摩。遇到色魔。奶哥，奶哥，你干什么？你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刚才是想演色魔吧？找手机，他是掏手机呀，掏吗？不是，乃哥以前演戏的人会演全套，打电话之前会有动作，要演太满了。而且乃哥还是用这种转的拨号，好久了，他是用转的，老式的。转完等他回来，对啊，等他回来不能打。姐姐，我们换换题目好不好？哇，这个好累啊！来来，以下选项属于包馅的食物哦，手叠叠叠，手叠叠叠，要用到电的东西哦，全身被电到，哦，不，他赖老师，他只是一件事情是吧？哦，要想，脑子转圈，它属于一件事情，属于啊，哦，它是属于一件事情，对，想要想的，要想脑袋的一件事情，包啊，有来一遍啊，电包馅的食物，好，好馅，用到电的东西，全身电到，全身，它是一件事情，脑袋要想，好，鲷鱼烧，鲷鱼烧很好，阿公推去烧，阿公推去烧，嗯，车头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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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什么？车头灯，车头灯，啊，你干嘛啦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哪个人车头灯跟人家不太一样？对，拍手，他拍手啊，有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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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换我下了。剩你们四个喽，来，以下选项属于哦，有包馅的，还是要用的，被电到的，要用电，嗯，事情要用想的，来，车头灯，车头灯，哎，太棒了。不是，我还在想他刚刚那个啦，管我，下去。还想玩，不行啊！刚才哥想要这样，对啊，他还没想完，他一直在想，想要谁的车头灯？没有没有，来，跟着。以下选项属于好包东西的，还是要用到电的，还是想事情的？来，车头灯，车轮饼。车干辣椒，车干辣椒，哎呦厉害，抄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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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念抄手，是抄手，抄手，把手抄起来，有没有？抄手，哦，我刚刚没听懂，我抄起来，再去，来抓，我来，加油，没有关系啦，两斤累了，要包东西的，还是要用到电的，他们年龄都比你大，来，抄手。抄水表，抄水表，水表，水表，水晶饺，阿公泡烂饺，鱼饺，莲蓉包，连滚带爬，连结车，啊，用电。连接车用电啊！你第一时间包东西了。对，他知道做对了。对你包包了。没有，因为他是在连接车要排档。对对对。他先排档完。用电呢？是吧？你看，你看不是也笑我吗？啊！打电话，打电话，要套一下。先套一下，我早就先打了。哎，我是这样，我是这。对，你是这样，你是拉杆了。可是你刚才，你刚才哪？他是舞蹈动作。没有死啊！你刚没有死啊！我没有，我没有说你死，我是笑你。他只是要拉杆呢。没有，他也是做完整版的。拉杆对对对。做完整版的，要包东西就先插线。我还不是拍，我是拍一下这样子。对对对。哎，擦边球。擦边球，我没有像人家小草小草。来，以下选项属于。好，包东西的，还是要用到电的，还是要想事情的？来，连结车，连一拉一，对讲机，
对对碰，绿豆碰，蓝车，蓝莓派，蓝牙音响，画大饼，月饼，抓到把柄，哇！很强哎！哎，不同队，那可以够拍一下。来来来来昌明哥超强的，到现在快死掉了。所以我们要来换题目。耶！好强！来，要去以下选项属于要去菜市场的话要怎样切肉？切肉。哎，那在水里的话就是自由式。对，那以上皆非啦，胸前画叉叉。胸前。菜市场水里跟以上皆非，水里以上皆非。好，珊瑚礁。好，哎，好，没事。三姑六婆。三姑六婆三八。三姑六婆在菜市场。菜市场。菜市场对。鲤鱼。叫鲤鱼。鲤鱼。菜市场。你喷错。来。工作人员喷错。菜市场三姑六婆。应该在菜市场。水里也会有在游泳池里面啊，啊你有没有看游泳池里面三姑六婆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没有啊，庙口庙口也有啊，没有没有，到处都有啊。这个还有脸在那边凹吗？对啊。但是菜市场一定有三姑六婆，对啊，可以有，一定有，到处都有。来，恭喜了，好，恭喜！恭喜！同时啊，这是一个陷阱。恭喜我们李获得。我不同意这个说法。好，来进单元，百依百顺。好了，来，今天我们的俊男美女哈，郝昌明，嘿，耶！在这个节目哈，这么多年来，每次大家听到我的名字都是闪掉，不要跟我同队。因为你上次居然连张文琪的名字都忘记了。哦，对对，我不晓为什么。他紧张，我看着看着脸哎，我说你哎姓什么都记不起来。对，来个我家的。对对对，姓贤吧，贤淑妻嘛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姓张，张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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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后来还好有这个单元，这个单元哎，这样不好意思。既然这个单元我们这个是实至名归，阿健老师，音乐麻烦给我来一个。还可以音乐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还有音乐？可以自己 Q 音乐。还有啊？谁说可以 Q 的？不要这样，支不起来。拿下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拿走。想摆道王，摆道王，这个单元好，哦，这个单元，哎，真的假的？是真的，你不要这样讲好不好？讲的好像不得了一样。我摆，不过就刚碰到那个题目适合他，是，他连地理都很适合他的年纪，适合那个，不就讲刚刚好。对，你不知道今天题目会不会刚好，不一定。那今天来验证，对不对？没事，今天你过，我就叫你叫摆王。你现在没有那么屌，你就叫摆烂王。那还要再请之后再多印一张弄一个字，他还要再花钱。不用不用，我写上去就好了。写很快，像你那样哪个亲笔签名的，对，叫题字的，不认这个字，哪个最会写？对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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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宣传的，来，先来。哎呀，有工具书了。哎呀，怎么会是工具书？有工具书了。怦然心动，对，心下的心，对对对对，已经在各大书店可以买得到了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。哇，这是什么工具书啊？都是在台湾说人生专用的了吧？哎，很少看你们两个睡这么久，没有，都没有，你们好安静。我们在帮你们讲话，都不讲话，结果大家都。我们准备要看到什么样的内容，我们才能够问人家。啊，有下来就是，哎呦哎呦，好好棒哦！先给我，我帮你。你有诚意哦，我帮你，我帮你看一下，我帮你翻阅一下。对了，哎，不是你这个，他们不聊天，我帮你拿过来这边。对对对，我们一起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来处理。不是，女生其实可以可以，看就可以。我可以，女生可以学习。他屁股很漂亮。哎呦，可以啊，各位各位。哎。
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主人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问一下现在，可不可以送两本呢？你问一些专业的题目好不好？就专业的问题。你拍这些的时候会冷吗？刚好夏天拍的吧，是夏天拍的。夏天拍的，然后是老天任老师，好贴心哦。对，然后里面有送海报跟写真卡。这海报可以贴在床板上是吧？对对对，床板对，可以贴在门口或是贴在门口啊，就是房间啊等等都贴在门口，会有很多人来敲门吧？这没有什么了，以前那个谁。李毅他们公司出那是抱枕的，那个布的，做成做成枕头睡的抱枕。那你们对我们那也是有，就是没有。是特装版，你想要我可以送给你啊？他可以有，没有啊？对，是特装版里面就会有那个抱枕。好哇，抱枕没有？对，抱枕才是卖点呐。哦，你知道抱枕敷睡没什么了不起。没有抱着抱枕睡，抱着像一个人头人体一样，人头一比一的吗？啊，然后11月2号一比一的抱枕，都已经上市了，都可以在各大书店上购买得到，然后网络书店也可以买得到。是哦，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。会一定会的哈，办这个签书会没有？还没办。上次哪个有去我的签书会？上次去了签书会。奇怪，奶哥怎么会想要去签书会啊？对呀，以为你以为姐姐也有带，他干妈呀，你是他干爹，他们两个干爹也吧？我是他朋友。平辈，恭喜新磊啊！怦然心动啊！恭喜！来，我们奶奶的先动，各位啦。题目都有难易之分了，也有刚好适合不适合。对对啊，大家的什么年代的人都有啊。人与人之间就是有，搞不好还看不懂里面写什么。不怕啊，昌明哥现在压力大，选主题压力超大的。来，超怕被写上一个烂，离你远一点。对，这个对，离我远一点，离你远一点。看一下，哎，小磊，什么主题？主题是什么？字什么？哦，这个笔画，这个字的笔画，这个还简单。字谁不会写？哇，这个对不对？这个很简单哎。可是你要形容这个字的时候，你不能够讲它的笔画数，这是必然。那可以接字吗？不能是对，不能讲动物，不能讲。哦，我比如说"好"这个字，我就不能讲它是女加子这个字。对，就是不能讲副手开字。那如果题目是徐乃麟，我可以说他叫徐乃什么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OK， 那简单啊，很简单，可以接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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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就容易多了。笔画没有那么难呐，对，这太简单了。什么动物？来准备，一人抽个提示。有信心。那形容比较重要。我不是皇帝的吗？知道什么？对，哎，先不要看，先不要看。最少一张，最多两张。最多一张好难啊！他以前他不认真啊。相信我啊，很多字很难耶。很多字你们会写，但是很可能笔画错误。对，而且这字很来好讲。准备关键的一句话，不能讲到答案，两分钟准备。开了，第一个字哈，就是那我要挑起这个人的不满，所以我挑什么？哎呦，很多话，很多话。然后还有一个字，第二个字，对，就是形容这个人呢，他就是很出生之犊，初出茅庐，所以会说他很轻什么或羞什么。哦，有，我知道，对，来，咚咚咚的，我的是我的女神的意思，就女什么。啊什么啊？女什么？就是女神的意思。女神的意思。对，但是它是女的第二个字，不是女神。女神的另外一个称呼。好，没关系。等等，李晴。我这个呢，是我们一般呢结婚嘛，我们讲要跟他有一个很好的什么缘，才能够在一起嘛，哈。哦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啊，这事情呢有点太偏了。那有没有如果讲文言一点是吗？太偏什么？太偏啊！太偏什么？对不对？哦，那我知道。没关系，待会我这个字，是这样子，就是我要把你踩在地上啊，一直揉。一分钟倒数。揉捏你，叫揉什么？很难把你踩到地上，知道。下流，看不起你那个叫。哎呦，对，我是比如说吃东西、喝水，但口水是用怎么样的？啊，哇塞，这很难。哦，好。好嘞。我的话呢是，就是摸有很多方式嘛，这个是在。点爱意的去摸它，哇！我叫提手旁的吗？提手旁，有爱的，有爱的，摸身体的，现在爱意的，准备，只有这个最好难哦，因为这几个都差不多多哎，会写，没有，我的很少，我的很少，没有，从少排到多，准备，一分钟计时，来，开了，哎，你意的很少，我的很少，我的很少。
靠这些奇葩的评判依据，说不定真的能赢破百王哦。已故名人的寿命，哇塞，那个被软禁那个活得很长，对，软禁的那个一百出头，我的，哎，印度国父你知道？印度国父我知道了，那个打高尔夫球的那个嘛，对啊，这个呢？我是你说你那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一个是思想家，思想家，思故，思想家都活不长，他会惹火皇帝啦。我思故我在那个吗？啊，对，我思故，他超早就挂，他很早就挂。那好，那一个烈士应该20几，那是。小番茄不是哎，可是她是处女吧？她是圣，她是处女，谁知道啊？她是圣女，可是我不知道她是处。冲冲冲！好，来，我的话呢是，就是摸有很多方式嘛，这个是带点爱意的去摸它。哇，我叫提手旁的吗？提手旁，有爱的，有爱的，摸身体的，摸身体。现在爱意的，准备，只有这个最好难哦，因为这几个都差不多多哎，对，好，我的很少，我的很少，没有，我从少排到多，准备，一分钟计时，来，开了，很少，哎，你意的很少，我的很少，我的很少，他的没有的是要，你知道要怎么样？口水，对对，要我知道，是要吃东西，然后不是，对，他是那个。那什么什么肩上的那个什么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大陆有一个炒菜的，是狼什么虎咽那个吗？对，狼虎咽的，狼虎咽的，对呀，对，就一定这个，应该最少，我应该是最少吧？应该这个，你们比较少吗？蓝心湄的，那女生在中间，女神是什么？你再讲一遍，再形容一下你的字，女神是女什么？第二个字，不是好，就女不懂女王，你可以接其他的吗？不是女王，女帝有可能是女帝，是皇帝吗？不是的帝啊，女是吗？是这个，你不知道现在有形容世纪什么国吗？对不对？像我已经超过女王的 level， 就是叫女帝。OK， 那对世纪什么国？那我接了，那我第一个，那我第一个先。你这个，刚宇文姐形容这个一啦，然后奶哥没有附和，哎，对啊，好。然后再来那个他刚刚那个女的，我那个很多字，我要把它给他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再来应该是他喽。对，应该是他，应该是他。来来，确定哦。对，这个七画。好，来，应该是他。再来是你的，你那两个都蛮多的吧？对，我这两个都蛮多。这个应该我应该是我的。你是什么？再讲一次。我是那个，我们讲要有一个好的什么缘。对不对？哦，那很少啊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画而已啊。九画，对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对啊，完蛋了，我们想的不一样。这个一二三四，啊，你另外一个七八九，十画吧？没有，它是九画。没有，是九画了。九画了。我们第二个字错，第二个字不是也是吗？没关系。来快，快。我那个字很多。你多，我知道你多。还有一个是中间的。你是什么？我已经放了。我的是摸的方。是很有爱的，对，我是十多，你很久没有这样了啦，就是你会摸人家的什么？差不多，惠人心，十五，你的十五惠人心，你的十五话，我知道啊，那你另外我这个一样哎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哎，我觉得再讲一次，我帮你算，你的是十五，你的十五，我帮你算啊，你那是什么？讲说什么？你他那个就是我们真的是太偏。偏少啦，就是我那个跟我那个意思啊，太偏一边了。以为他是什么？就是啊，不是啊，就是痞，就是有文言文的说法，就是你的想法很偏。对，偏什么？偏是那个什么有姿色？对啊，什么有姿色？没有，他们对啊，对，我这个什么西瓜？我这个比你少一画。我看一下，一二三，他的十二啦，七八，我的十，对啊，我比你少了，你先啊，再来是你，你几画？等下，我是十五，因为我还有一个修。跟亲的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你是哪？一分钟，你是七，快点啦，快点啦，你快一点啦，我来，我这个字很多啊，好，我你那个嘴多一下，我这个有二，不要，我告诉你，草字头讲数字，但我要先讲上面有草字头算六画，不是四画哦，对，草字头，你不知道草字头。草不是这样写，我们是有那个要这样子写，要写成古书哎，这样子啊，真的草的，不要怀疑妈妈，你们那个年代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直接写四画，30秒，真的，我直接写，最后不到30秒了，我们先摆最后，26，我带26，其他会差不多，我觉得差不多，你的是什么？你的没有，它是油。
可能比较多、啊。踩在地下这样揉揉的。对啊，那你算一下你的，我26、27嘛。算一下你的。6、7、8、9、10。因为我不会写。10秒了，算一下。完了，超过25。完有了。有超过25。那你先快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来一起，来一起，就这样了，管他的，反了。哎，这个掉了。反了，反了。来一个。哦，好难哦。心蕾误会了啦，这是那个音什么的啦。哎呦。就是那个，不能怪那马来西亚，他不知道这个字啦。他讲成，他以为讲的地，讲的没草不是不是哦，这是炎帝的地，是炎帝炎帝的地，对了，炎帝的地。我想要别的。对你刚刚怎么讲阴阳的阴阳？那个我也知道。我想说这怎么可以？我想说这怎么会？哎，这个手法蛮拙劣。哎，你怎么会觉得大家没看到呢？因为这个错就后面都错了。对啊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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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从这里错，就他们两个错而已。对。哦，这个两个交换而已。对啊，因为他刚才讲是皇帝的地，我讲同。对对，我想说都九画，都九。他们以为是九画，对，他以为是对。对啊，大家都以为是皇帝。因为女帝的地，这是两个是一样的，一样的笔画。而且我说我是女帝，你也不回我。所以这个。他以为是没有。他以为真的是那个，对。我想这跟女神什么关系嘞？女帝就是很厉害的女神啊，就是帝王的帝啊。对对对，对啊。你为什么要让他在我这一队呢？你是他朋友，你刚刚还说你跟他签名对。六天只对一分的婆，这边还要临时改队，还好。有啦，就是说你没有临时啊。15很好，对啊，啊，羞涩的涩，对啊，暖囊羞涩，没有错啦，没有错啦，这后面啊，就跟你讲，不会错，不会错，不会错，后面两个应该是不会错，这样光看这就很对，不会错了，不会错了，差一画，差一画，真的假的？等一下，我刚是不是说这上面是6画？没有，是真的是4画，4画，为什么6画？他应该差一画两画，对啊，对，以前那个是部首是这样，以前部首是真的算，但是他要写成是部首是6画没错，他写成4画没有错，可惜穿错了，他没有昌明哥不怕，只对四分的，才四分，好可惜啊。对中段还好，还好，中间呢？以为写是谁不会写，这个应该我们应该算对四分，不是这个不能算错，这可惜他是这是他形容错了，那这个错了，我们就没话讲，对不对？那怪你们没有算清楚笔画。还是写真女星，我也有出写真。桌历已经过了，对，桌历已经过，你的农民历已经过了，你的写真已经破烂不堪了，已经过期了。来，准备，攻守交换。这一题我们输的会有点不甘心，对，一点点，对不对？算仔细就不是不是那个地了啊，要不然的话我们六分了，我要算六分好，应该是，本来应该可以得到六分的，不，马来西亚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基本他不知道那个没关系的，反正他们摆烂王，好不好？来，没得选了，没得选，来这样就知道，哇，压力大了，那应该要快一点了，难的，哇哇，哎，这个超。这个他很强，这个他很强，历史地理讲的每次他很强。他上次有一个节目开播，他就很强。没错，这个他应该很强。我告诉你，要讲他压力大。影视作品开播年份，好，这个很强，这不容易，好不好？哇，哎，有一些节目有第一季、第二季、第三季的，准备。一战成名，我就靠这一战。要以手机播出的时间为标准，来哦，快，好，来，要一张两张的自己选，不能讲两张哈，最早的，最早，不能讲上映的时间哈，来，最早到最久，手机播出。如果两个好，对啊，华视就有做那个电视墙啊，就是那个面，然后就开播的时间。这题感觉不简单的，来，我们只能准备哦，对不对？两分钟，关键一句话，不需要形容太长，还有机会。是，开始。第一个是那个 HBO 在台湾拍的第一部的台湾剧，然后大卖，郭书瑶。哦，好难。哎，第二个是七个字，哇，七个字哦，它的片名应该是说，我如果用白话哈，比如说，哎，我跟你谈恋爱，但是我就觉得好像是天前辈子就住，前辈子就觉得就是，哦，我知道，讲出来，想到了，好，扣一分，好，七个字，来，给你，这个节目我没有看过，然后是四个字的，然后里面其中两个字呢是一个粉红色的一个卡通，哦，顽皮豹，什么豹？你这个是四个字啊？四个字，四个字什么豹？
然后呢，它是前面是一个卡通的人物的名字，然后后面两个字呢是还有三十秒，如果那个哦，你一句话我完全不能讲了，很大很多成员。对，很多成员知道了。我这边呢，这刚好就是我跟王丽玲主持的那个节目啊，我的第一个外景节目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那个因为自己赌输了，然后去跳海的那个立伟的名字。那出戏。女主戏。我的这个是一个打游戏的节目，主持人是纳豆跟谢洁玲。都知道，很好。我的这个是一个电视剧，然后是5566主演的，那时候还有打篮球的，然后那时候同期还有什么西街少年，你也知道那一些。哎呦，那应该不远吧？蛮远的，你那么年轻，怎么会呢？蛮远。我是一个电视剧，五个字，然后三个女主角，其中一个是林心如，近期的，可以这样讲吗？可以，近期可以，近期的，可以五个字，五个字，一部电视剧，五个字，三个女主角，其中一个是林心如。五个字，对，五个字有得奖，有得奖，五个字，来往前，数没有过吗？是林心如，来，四分钟哦，排序哦，准备，从早期到近期，我觉得我的一定是四分钟哦，从近期到早，计时，我的开始，我的应该是最后的，最近的，我应该是最近，确定哦，对。好，最近哈，因为我们经常，因为是三个女生，然后其中是林心如，林心如最近才回来拍戏嘛，对不对？谢盈萱吧，哪一部啊？好好是不是谢盈萱啊？没有，林心如没有演，最近也很多戏。谢盈萱的吧？谢盈萱五个，谢盈萱的吧？五个字啊？是，对，五个字。我记得那部好像然后有得奖吧？有得奖，对，但是确定没有？制作人确定了没有？制作人谢盈萱那个，谢盈萱得奖那个，了吧？没有，谢盈萱就前几年才得而已嘛。对啊，应该没有那么新的啦。那应该总应该最新的，然后放喽，最新。然后再来，我觉得我这个是最新的，我这个也是不晚，因为我这个是在 HBO， 那应该蛮早，那个算蛮早的。那个我记得那个好像也才五六大概这五六年，大概这一代。那另外一个呢？啊，另外比较久一点。更久了是吧？更久，你往后站，来，你往后站。那有一个比较新啊，有一个比较新啊，那个新啊 ，HBO 的新啊。好，第二个了，因为百王确定。哎，你是吗？因为这个很近，是那个打篮球5566主演的。哦，蛮早的哦，这蛮早的。因为我那个节目是1995年。哦，你说陈哥那个节目，这个节目我上过，我知道。不能讲年份啊，那不能讲，不能讲错。扣一分，又扣一分。你那个节目，那个节目大概是在快30年前了。他讲1995，你快三，谁不会算啊？我小时候看，他成名，谁不会算啊？他原来就会剪掉。他都讲1995，还要算？还有谁认为？我小的真的很早，因为我根本没看过。你有两个，还有一个是，我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跳海的那个立伟啊。哦，立伟。那你刚才知道我这个，你觉得我的这个是在你的中间吗？跳海的立伟，就是有跳海的立伟。哦，对，你应该蛮久的哦，蛮早的。还没，近期来是你应该是还有谁近期？刚刚那个什么王世坚没有？王世坚这个新闻他跳好，那个才几年？难道都这个呢？那还早。那我跟你讲，谢杰林主持的那个20年前的，没有谢杰林，很久了，打游戏的，很久了，打游戏的超久的啦。那就这个应该是，我觉得我这个细节的王世坚，我这个细王世坚呐，我这细算近期的。我觉得对，王世坚，你说打游戏的节目，那个比谢杰林的节目，你第二次给我来。他们不要紧张啊！是戏吗？百王还是百万王？他们我有演，什么戏？那个戏如果是戏的话，我有演，蛮早的，三个字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蛮早的，离现在大概有没有？我跟你讲了，如果我没猜错，这部戏是曾婉婷有演。对，8点档嘛。对，那个舞台数字的嘛，对，10年了。因为他哦，我为什么对他有印象？因为我不要讲，对，真的，然后再来看一下我是谁，会不会是打篮球的？打篮球蛮早的，他们5566很早了，20年。你一个嘞？我们这个是很早，他应该是最早。他们家的一分钟，我觉得他玩不晓得是不是这一个哎。那你就你那个是什么？你那是什么？那就试看看嘛。那想看对了。我反正都错了一个，不要试看看嘛。还有一个，好，我们这样子加牌。最后一个是谁？我吗？你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我先告诉你，我应该告诉我，我们节目啊，一个节目，然后有什么？我应该在后面，我在最晚的是谁？怎么报？我在后面，你那个很晚，还有没有谁最晚？哈？他们两个，他那个比较晚，我们两个要假标。我应该在你之前。对，我应该在你之前。打电动的人，30秒。最后，所以第四个是我最后，5566，5566，5566吗？
你在这里，啊你嘞？我的是最后一个。好，放了放了放了放，就这样就这样。七，慢查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我不确定啊。五，这两对，还是要反过来？那个是你。要反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最后吧。不知道你是什么？哎，这两我真不知道哦。我应该比你。不行，没有了，拿到第一的。对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个啦。确定哦。掉了掉了。确定哦，这两个我不确定啊。对啦，你这个差，我比他晚啊。这个是我多久以前我们那时候还念书就有了，是我看没有那么对呀，这好久哎，你是偷懒啊？你是不是在摆玩？还是这个念书的时候那个谁啊？黄晴娇是不是何笃林还是谁？哇，你太厉害了！对对对，猴子。何笃林吗？还是？但是他这个是我们那时候念书就有了。你解释一下，你的我还去，你的我还去参加过。哦。哎，黄金传奇我也去参加过。对呀。对对，我知道。那时候我们才出道没几年。你家不是奶哥的时候了。不要吵，我们中间。哎呦。哎呦。超帅的。对的。对了。乱插的。对了。哇。那是苍蝇哥组织完的。对。没有没有。真的。对。这里我不确定。哎，那我们今天都对啦，全对哦，搞不好中间练完快打了，对呀，快打，我们已经得四分了，别过，怪我，哎，我有点，对，好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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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对了，对，真的对了，对，对呀。谢一谢，但是我们至少这讲关系有得奖的部分嘛，这个我有 Google 啊，嗯，制作人是那个严艺文呐，对，因为他你有 Google， 你知道我们今天的题目不是，搞来作弊，不是啦，他把之前啊，因为严艺文今年有报金钟奖，我是评审嘛，然后所以我还说，哎，严艺文我还去公找。我说真的，中间这四个太难了。他中间这四个太难了，真的，因为他们很接近。我说真的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。没有，这四个真的太难了。那个小玉儿有最早在那边，对对对，没有小贤，小贤，小贤，他们都有小爱六万块钱下来了，他们小兄弟，十年份，对对对，小贤，这四个是最难的，这很难，很难，超难。没有，事先请我真的运气好，这里我真的不确定。好猛的，哇！我抽到我真的不会。都没有入围，什么东西？金钟奖评审为什么我们节目都没有入围？不好意思，因为呢，这个评审有七个人，哎，你问我这是大家的决定，我不知道。你好官方哦！你看，你会推荐呢？不是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我都不参加金钟奖了吧？给的，但是在我心里面，冲冲冲是第一名。哦，不用。不用不用，没有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给他当百王，当一季之后，明年就会入围了。哇，该不会？千万不要这样子，千万不要这样。然后该不会画面都是昌明哥的画面？对。这画面我拿一下，这是昌明哥。这四个太难了，这四个能对，太难。好了，太棒了，8-4哈，来，新皮哥，动手交换。Round two， 来请挑选主题，靠我近。靠你近一点，靠你近一点，这个简单简单，难不成是你吗？一定是孩子啊，来了，哦，你怎么想生气了？你已经太生气了，难了，那我们欢迎呢，那我们欢迎，不要，没出息，都难，第二轮还更难，第二轮比较难，对，确定，已故名人的寿命，哇塞。他们是几岁走的？要靠你，要靠你，这靠哪个？几岁走？靠你！听我讲，我管他几岁走的。靠你！哦，就是我们来选他活的过世的，哎，这个我们好讲，几岁过的我 OK 的，你 OK？ 来，那拿两张，你都关心这个，我很关心，我多长啊？我拿两张，你还要会寿命的人，我们要对啊，我们知道的人很多啊，哦，短命的，哦 ，Oh my God！我怎么不相关怎么不在？我的天啊！怎么可能？还是你跟我换两张？哪个有你？我这两个老，不能换，看着就我这两个老到就是，等一下，还没，完了，我忘记怎么形容。关键一句话，我这两分钟可能交代不完哦。交代不完。可以。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人，还要知道这个啊，这太难了。事情。两分钟准备。好。开了。好，我的第一个呢是中国民国初年一个很有名的女英雄，然后呢汪明荃有演过她。
然后呢，这个就是他好就是这样，他很有名。然后就是这样，春夏什么冬的。然后第二个人呢，他是一个演地板内早餐，然后脖子很长，很优雅的一个女明星，是美国人这样子。好，不是我，天哪，我知道，我也叫不出名字啊。你知道这个女的一定是你的菜啦。我知道了。我这个呢是第一个，有是一个女的，一个法国很有名的思想家。对，哦，知道。我思故我在。啊，另外这个呢是五个字的，它是罗马意大利那时候是最有名的一个天才设计师。好，五个字，我这个人已经死掉了，然后白色，我这个人是四大天王柯神那前面两个字，然后第三个字是我做人要很善什么。哦，对，柯神的名字前面那两个字，然后做人要很，第三个字是做人要很善。我知道，是讲我朋友嘛，他被软禁的，对，我忘记什么事件了。那你看，你快，哦，这个好难哦，四大天王哎，古人。我已经忘记他是西汉还是东汉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古人对这个男的，然后他的姓氏呢，就是有一个女歌手，然后他老公是黑人。快点，30秒，快点。对，然后第三个字呢，水太多的时候你会什么水？哦，我知道。OK， 好了。我的是四个字啊，前两个字我们在吃一种水果，然后叫什么什么什么小番茄。好，我的是两个字，然后是印度的国父。OK， 好，民主，都讲完了。讲完了，没关系，没有，不是过来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现在蛮，你们现在知道是谁的最难是他活最久，对，现在从当总理起，活最久的，他走的时候年纪最大，然后很年轻走的在后面哦，蛮年轻的，对，从长寿到短命，所以不是管这个人生活的年代，是管他活多久，对，他是很年轻，他是管他几岁走，勇敢，勇敢，勇敢，45分钟准备，开了。都是劣势啊！小番茄是不是？哎，要活得最长的，对，要活得最长的。我想，那个被软禁那个活得很长，对，好像是100出头。我的。哎，印度国父你知道？印度国父我知道了，那个打高尔夫球的那个嘛。对啊。没有，他不长。我想这一个被软禁的最长，软禁，那我们两个谁长？软禁最长啦，软禁最长，活最久是不是？软禁最长，对，他到一，哎，完了，我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讲，因为他劣势啊，我讲劣势那个好像是有被杀掉，很快就被杀掉了，他应该20-30岁就被杀掉了，所以最难在后面啊，最后面啊，那你先过来，你这是那个古人，对，古人只能活得长，没有60以上的啦，没有，古人很少活久，你的是不是也是？他讲不了东汉西汉呢？国父呢？国父呢？国父啊，国父，国父也，我记得他有60岁，他绝食以后有没有怎么样？大概70-80岁了，他就过了68，应该是二吧。哎，等一下，那我有一个很有名的明星，地板内晚餐的那个，大概活到60几吧？60几，他没有很长哦，这企鹅都60几。我觉得你国父先是，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不是小番茄？冲冲冲！等一下，那我有一个很有名的明星，地板内晚餐的那个，大概活到60几吧？60几，他没有很长哦，这企鹅都60几。我觉得你我觉得还有一个劣势不是？小番茄。对，还有一个，我觉得国父了。你觉得国父活短吗？国父长，我长的短的还不知道怎么玩。哦，确认一下，确认一下，小番茄应该比较。我觉得他很短，他很短，他很短。烈士应该最短，烈士最短。我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几岁挂的嘞。对啊，我们跟他也不熟。你那个女的是不是很年轻？我打个电话问一下。那个女的也很年轻，超年轻就。他那个年纪很年轻就走了。打电话找不到，关录音放最后。哎，你那个法国思想家有没有后来被砍头啊？因为有时候以前他们也有一些人跟皇帝。奶哥这两个都好难啊。我这两个好难。那我觉得你这两个不要活太长，我觉得他们没有。不要。你的有那么长吗？我的很短啊，不是那个春夏冬的那个啊。对，还有是电视啊，一个20几岁被砍头，然后另外一个是2分。哎，我觉得那个太难，这题好。你那个这古人，没看古人都没有活太久。你那古人，你那谁啊？我觉得，我觉得我算里面的啦。对。我觉得这面五个字那个啦，这你真的也是啊。我觉得五个字这个，18、50。我觉得他面活很长哎，我觉得我这个比较长啦。真的假的？哎，那个
女的活蛮强的，她后来是得癌症死了，好像也是一凡内早餐的那个。那你放，一凡内早餐有复刻她的那个。她那个年代比较近一点，对，医学比较好一点，比较好一点。我应该没有。你这个那个到底是谁？东汉，你再讲到你是谁？再讲一次，讲一下。那个他那个黑人的老婆姓什么？姓什么？然后最后一个字是黑人的老婆姓什么？范呐，嗯，然后最后一个字是范仲淹啊，范仲淹，而且活不长，他一定没有活很长。我也觉得他没有活，他没有活很长。可是他应该，因为他有写《春夏秋冬》，一分钟到时候，我觉得他好像有写《岳阳楼记》，对不对？是他写的。这个呢？这个是谁？这个呢？我知你说你那是谁？你这谁？一个思想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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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活不长，他会永远皇帝啊！我师父我在那个吗？啊，是对对，我师父，他早就挂，他很早就挂了。那好，那应该就你了。他好像才29岁，你会长一点吧？你会长一点吧？就是你了。哎，这个应该长一点，我应该长一点。小番茄是不是最年轻的？没有没有，我觉得春夏秋冬还是烈士比较。春夏秋冬应该这个烈士应该二十几。对，小番茄不是哎，可是他是处女吧？他是圣。啊，我是处女，谁知道啊？她是圣女，可是我不知道她是处女。但是我是说她有可能跟那个……我没有看那部电影，我不太记得。小番茄，好了，圣女，我觉得你就这样子，这样，我是最后一个。好了，对，他是迪卡尔，对啊，圣女小番茄，圣女，对，哦。你们这题真的很难，真的很难，难度比我们刚才那个还再难。太难了，哎，谁什么再难？谁知道迪卡尔活多久？我们根本不知道。有啊，三十一岁吧？没有，在还是对迪卡尔？他没有，他没那么早。迪卡尔，迪卡尔100岁，对，谁？对，他最老。哪个知道？圣女贞德，你知道多年轻就走吗？19岁，对不对？小番茄。哦，对，我记得，对，秋瑾有没有21啊？然后最被烧死，对，也是很年轻哎。秋瑾，这如果不错的话，你就回，那就换。拜托。秋瑾是31岁走，差不多烈士大概说23岁左右。对啊，这很重要。一个笛卡尔，一个范仲淹，这对人类这么有贡献的两个人，什么时候走的？太难了。他们活几岁了？对，我们，我好紧张哦。有吗？有吗？对啊。对啊。他53岁不久啊。他53岁走。范仲淹39，比他老了快10岁走的。哇，厉害！100万，厉不厉害？长寿，对。岳阳楼记，他不是东汉，他是岳阳楼记是他写的，岳阳楼记，他有被贬到很流放到，对，他有被流放，对。接下来这是关键，谁是第二个长寿的人？一定是甘地，没有奥黛丽赫本活很久，奥黛丽赫本谁有本事？奥黛丽六七十，对我记得。这如果不是奥黛丽赫本呢？我记得甘地也知道啊，因为我应该是奥黛丽赫本。甘地是78岁走的，对呀，奥黛丽赫本活比较久，对不对？是谁拿奥黛丽赫本的？我有说，我有，他有说他活很久。所以刚刚讲甘地的时候，你就要讲了，因为甘地没有那么老。我有，你们想都想不到，奥黛丽赫本是近期的，这个设计大师啊，文艺复兴时候的设计大师，他活第二代，很厉害，没有，他是88岁。哪个你骂错人了？他是63岁，他真的比甘地，我真的奥黛丽赫本是活60几啦，对，没错。你看，所以我活甘地没有想到这么久了。没有，哪个？但是你自己的米开朗基罗活太久了啦，这是你的。哎，等一下，那我有一个很有名的明星，蒂凡内晚餐的那个，大家活到60几吧？嗯，60几，其实他没有很长哦，这企鹅都60几。我觉得你应该是你，我觉得国父了。你觉得国父活短吗？国父长，我长的短的还不知道怎么玩。哦，我确认一下。百哥，那是你自己的米开朗基罗活太久了啦，这是你的。还怪别人。你不知道米开朗基罗一边雕塑可以活多久吗？米开朗基罗能活到88岁，88，真的想不到。这个史记一定是写错了，笔误。我们觉得一个节目就是要有实事求是，有教育，把他死亡证明拿出来看一下。谁来证明？要出外景啊！出外景要去哪里吊？这两个人好近哦，对啊，263，好近哦，这太难猜了。
说我们只差一个了，八十八岁，我们都不敢相信那个年代活到八十八。我们只要这个对了就都对了，长对了，对了都对了。太阳比我差一点，没有想到他活这么久，真的哦，哎还不错啦，基本上也只错三个啊，是吧？只错三个，没送没送没送啊，那边有百王，恭喜得到五分，厉害哦，哎呦，哎很难，哎其实我们再落后一分怎么办呢？我们这样子，那怎样？不能错吗？哎我想知道这题。要讲银行，我就是你这种人来滴啦。哎，故作交换。得两分，得两分。好，嚣张。我觉得你们这题一定会更难。对，因为我们刚刚那个已经很难。我觉得好难哦，那个。还好我们没抽到那个。真的。好难哦。考验昌明哥，到底是百王？百王哇！我现在只是不担心那个。不是只有台湾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等一下不能讲国家名字哦，不能讲国家名字啊，讲国家名，而且这刚刚是一个哥也会知道，从北到南哦，台湾呢，北半球到南半球啊，不能讲国家，对不对？要不要拿两个？拿两个，纬度问题，我一个就啊，来，你要不要两个？陈哥云游四方，哎，他怎么不知道？很难呢，很难呢。哇塞，来，有一些很难讲。我看你们会形容吗？我才不相信会形容。不能讲。来，一分钟告诉我。两分钟。好，我这个是一开始发现新大陆时候的最南端。新大陆的最南端。新大陆的最南端。OK， 发现新大陆最南端。哎，会讲吗 ？A 下面是 B。NBA 篮球的一个主场。嗯。球星有谁？有最南。哇，真不知道哎。看篮球的，对，很尴尬。多队，你喜欢看篮球的？你想一下周边了，我先来了，来，好，哎，这个地方哦，在东南亚，然后是个非常有名的景点，它是很多神庙有分什么大什么小什么，在同一个区域。讲到里面是哦，我没有讲大什么小什么，这个地很有名。然后另外一个小什么？对对对。你讲到里面的事哦。另外一个呢，另外一个是它第一个字是红绿灯里面有的颜色，什么？袭人已乘什么去？然后什么留下什么那个建筑？故人西辞这个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你会讲吗？你会形容吗？我会形容的，一个字。然后最后一个字就是我们要去拜拜的时候会去到妈祖。不要讲到那个什么字哦，然后里面字。然后去那个拜拜的时候会看到什么？是台湾的吗？我觉得他也不知道国外的什么，我觉得上面三个字，你看，他的很难，盖着盖着，对，让他看到，你的这么多，我这个太尴尬了，在海上啊，然后他应该上，我忘记，他好像有那种大的石，大的人头像，大的人头，大的人头，超大的人头，巨头，巨头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四个字的地方，哇，我什么我真的猜不应该了，第一个是岛，他的下面两个字是我们说的那个修行的女孩子。我们他们是修行的女，修行的人，在庙里修行的那个女的，我们叫她三个字，前面两个。三个字前面两个。哦，时间到了啊！好，好，时间到了。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接着讲，来，上来，各位，我这边请上，我这边补一下，不要急，请上，最难，请上，从北到南，北到最南，从北到南，北到南，最北，站好，不要偷看牌哦，我觉得我最难，你还没讲，来，等一下，我们要先计时，来，准备哦，四分钟计时开始，我先讲哦，是一个阿伯，白胡子阿伯，穿红衣服，然后到处送礼物给人家，哦，北啊，一月二十五嘛，北啊，应该是北啊，最北。北欧啊，北欧很北啊，从南到北啊，很北，从南到北，全是北的，有没有觉得自己北的？有没有？到南，我是南哦。我先把我的讲完。南的到里面去。我刚才没讲完。NBA 一个球队，然后他的主场场地在哪里？他的第一个字，洞庭什么？哦，主场啊，他的球衣是黄色，对，对对对，紫金黄朝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主将是 LeBron James， 对。我真的没在看篮球。这个地方的主场，这个没有很，这个还好。那是纬度问题啊，这个还好。我比较难啊。他那个地方，美西，他那个地方是美洲美国的西南部，西南，墨西哥。过来一点，在这边，墨西哥上面，这边，再过去一点。我这个没有，我一个在东南亚。最难嘛。在东南亚，你的南王，我再来啊。我还有另外一个，
另外一个是那个，另外一个是在中国大陆里面啊，那个袭人几盆啊。不人生提到那个地方，对对对，湖北，那湖北，湖北啊，他在湖北，好，湖北，哎，张玉婷，湖北，你在，他是外国，他是外国一个拜的地方啊，他是外国拜一堆了，在形容，讲清楚一点，快，我第一个字就是看，你不要再看了，他们都看到了，看到你，快点，快点，看到我，我会很惊悚，然后又用一个字形容，害什么？害喜，害喜，害呀害呀，害怕，害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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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来，然后圣女贞得看到了，没有，你还贴他得什么庙？他是在哪里呢？你这个人什么什么爱信嘞？对，如果是那个的话，如果说是那个的话，那很有名，那是古迹耶。对啊，是古迹吗？我们大部分都是古迹，都是古迹。那是在西，我以为是拜拜。我的不是古迹啊，希腊。请问一下，我的希腊对不对？我的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？你在求神问卜呢？还问神呢？海上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呢？它是海上那个 OK， 然后就是一个环海，然后上面很多大头，来最后石像吗？对对对，复活岛，复活岛在南美洲啊，那边很热，那南美洲那南半球啊，南半球先过去，那我另外一个那个南半球的先过去，那我有两个南半球的，我也南半球先过去，对，但我因为比我分。我现在不知道是南半球还是北半球，没有人比我。如果他说你在没有球啦，好难啊这个。来，那个圣诞节的那个先来，那个圣诞节，北欧，圣诞球的先。然后再来，我这个是东南亚，另外一个是我在湖北。你说我在湖北，湖北开始错，湖北，湖北，另外一个是他的会不会？另外一个是东南亚，我的会不会？希腊，希腊是在那个地中海嘛？对啊，地中海上面嘛，希腊。希腊，好难哦！意大利、希腊、西班牙、葡萄牙，大概是在那一带。一分钟。所以，在那边其实也不难哦，因为它还有一个球场，还有一个球场，就我是球场啊，没有，哪里很接近啊？球场应该没有那么北吧？它是美西，它那个它不是这么难的，这么难的，要先到又随便插。要先，你先站过来，我站过来，先站这边。好，我站在这边。在排，你是什么？我是球场，你是球场是吧？对。30秒，三十秒，那球场站30秒了。我们这边，好，这个就放下。放的这边，我的是这边。然后我这个东南亚，我这东南亚，你这个是什么？我这个最难了，就是。最难了，最后一个，你什么？那个岛，那个岛，大好。好，你的庙是不是？你这个，那你这个嘞？我这个就是那个修行人，男的女的。三，好，超，可以超吗？可以超吗？来，三，好，棒，好，这个到这边了吗？这个就太厉害了，怎么可能呢？这南北最容易了，这两个最难，南北最容易啊，这两个最难，对，南跟北这个最简单，对呀，南北最简单，这两个搞不清楚，这个比我们简单多了，好，忘了，对，南北最简单是送分啦，这两个送分啦，吴哥窟会不会比较难呢？吴哥窟在柬埔寨，对了，对，马丘比丘在南，马丘比丘是在秘鲁啊，都在南，对了，哇塞，扯，对，哇。黄鹤楼，黄鹤楼，神庙在哪里？希腊，我跟你讲，想不到，还好他知道是这个庙，真的。哦，要不然没办法。讲半天，我根本不知道讲哪里。对，大甲镇南宫，你要在大甲镇南宫旁边吧。他有说是庙了。对，我想说应该是拜拜的地方。啊，拜拜。不是怕手怕的怕，不是害怕的怕。我想说阴啦，对，用阴来想，华岳湄洲岛，好厉害哦。我这没有去想，我不知道。好厉害。20分满分，哎呦，恭喜他！19分，满分，今天真的有托马的运气。那个，以后我们每一集都录这个单元，要不然他没有班里面的单元可以录。太厉害了！好了，神仙队获胜。好，休息一下，现在跟你讲的，来冲！